真空包装机，现在真空包装机的电源线要把电源线三根电源线连接的三个这个空气开关上面，连好电源线之后，然后会显示有一个指示灯，有一个指示灯，现在指示灯亮了。然后我们这一个地方有一个电源，打开电源，然后把这个加热温度调在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这一个基本上不用动，我们都是调好的，然后开始包装，这是我们的袋子，我为什么呢？看，这是一个袋子，这是一个薯条。好，现在开始包装，然后稍微用力往下一按，好，然后现在我们包括压力，然后第一个时间计算器显示的是充气的时间，我们这个充气的时间呢是可以调的，时间都可以调，然后现在是开始加热时间，现在是放气时间，好，然后一个行程完成了，然后看一下效果，基本上这就封的特别的结实，特别的结实，特别的结实。